在是那个长辈。谢谢台中市政府还有文化局这边的协助，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把台中的这些比较好的历史或者是比较特殊的那个风貌可以拍出来，然后再给华语的电影观众进行。拍摄的地点也很特别，然后也有不同的风貌。然后台中市政府这样的支持文化，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地选在中台湾来进行我们电影观众拍摄。主要就是说这个第二市场有它的历史，在它正在补修之前，然后来到这边拍摄，希望可以带给观众不同的台湾本土的那个传统市场。我们又结合这些基金会，我们可以帮忙这些需要被帮助的孩子们。我们今天还带了这个家福娃娃存钱，然后存到它满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捐出去，再交回给这个单位，他会帮我们把这些东西交到需要被帮助的孩子们的身上。最主要的动机就是让这些孩子可以过一个快乐。很开心跟导演一起合作，我也是第一次拍电影，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拍电影，然后非常紧张。其实跟导演合作非常舒服的，我前一天晚上根本睡不着，因为我第一天才认真的，你不会有黑眼圈的困扰。哎，对，没有真困扰。在这边就是发现好多好吃的，我刚刚化完妆，我说我去溜达一下，然后在一个市场兜了一圈。我在这部戏里边，就是不是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你要急着澄清是吗？你想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电影里面生儿当妈。一块钱可以改变他们很多事情，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公益。这个单位是我们今年度的代言，对。其实我们有前面都办了一些讲座，然后没想到也可以跟导演吴晓导演的电影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连接。可以跟那个中华儿童关怀育幼协会一起合作，还可以发挥我们艺人的一些公益的一些作为。所以我觉得非常期待。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耀南。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事事顺心，也祝福大唐国际娱乐呢新春如意，也祝福每一位朋友，因为看了大唐国际娱乐所拍的电影，能够让你们感受到社会更温馨，心灵上更充裕，然后社会也更温和。希望大家天天开心，新年快乐！大家好，我们是飞机乐团，我是主唱艾诚，我是键盘手王彤，我是鼓手豪杰，吉他手大雄，贝斯手浪咖。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了，在这边预祝大唐国际娱乐新春快乐，新年行大运，然后也要预祝我们的花泽季票房破亿，叫好叫座，大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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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眼哦，我们有眼哦，好饿，烧麦。